Here we go, my friends. EDG versus FNS, biggest nightmare, bro. Billy Billy, aka BLG. 硬要顶这个黄箱，其实是一个有风险的举动。闪给的还不错。Still no hold on. Where's my boy? 直接拉上来收掉了对手. But Simon? 后续看一下，直接给一个舌吻先扑出来。而二楼 Nef 也是直接被秒掉了，这个爆能器是可以成功安置下来的。其实现在很多，就这个阵容有点很复古了。其实早在 EM1 Oh, Nef is on BLG now, man. Didn't know that. 用的还是非常多的。对，第一时间让 EDG 往前推的这个节奏会很慢。 Nice shot. Why is he good player? 是的。 Yo, it's been such a long time since I seen this team play, bro. 一个架枪的点位、高点都要去看，都要去找。嗯，因为你不知道防守方会在哪个位置去进行直架。弗洛辛有最大的火花。Oh my god, man! 这一波速度有点快，并且大米风前去清一下。That's actually insane. 但现在点上已经是站满了 EDG 的选手，爆能器安装应该是也不成问题，甚至无敌超杀都能回收。那现在对 BLG 来说，这个回防非常难，只能看弗洛辛的爆拳了。要引发爆拳，在一掷前的一瞬间，爆拳引发了出来，在点内的拼枪，看一下 Simon 顶住了压，拿到了一波三杀，龙不太好去回，而且大致的位置是被捕捉到了，往下跳 ，Simon 再接一个，连一次机会都没有。Almost got the ace, dude. Nice, man. Nice. EDG 拿到了第三分。 刚才这个回合 ，Nobody 的这个杀招 ，Fnatic Mouse Bro，That's the secret man。他们在对枪的两名对手 BLG 的选手是完全是吃到了全白的效果。嗯，而且 Simon 这枪太快了，关键是他摘掉王浩哲这一下非常的快。是的，王浩哲还是凌空飞起来的。对，在第二时间 ，Nobody 的丢丢给到了对面，让 Simon 在压第二个人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轻松的。是的。 后续的补枪对于 EDG 来说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啊！这在护交中 ，Yo, I love Kang Kang, bro. Time out. EDG 其实也明白，你开这个 B 点的奎夫就是想把我往 A 点去逼，对，但我偏不去 A 点，而且主要看了一下经济，感觉是能够有机会请兵的，直接左右开弓顶了。Oh, smoke, that was insane, bro. 直接左右开弓顶了两个人。Five three. Yes, Mike. 有着非常明显的反馈。Yes, the Piton B. 接住了 Smoky， 并且王哲再吃丢丢，他只能选择撤退。在这儿。 高点有人，已经是拼点了，但是小 K 用自己的枪械架住了对方的康康，皮蛋已经在下包了，点上16滴血的王浩哲孤立无援，中路球球再断掉对方的小 K， 现在王浩哲有点尴尬，他就16滴血，而且是个名牌的位置，被传掉了，又在一打二的局面，对方已经很放弃，而且时间过去了很久啊，信息的时效性已经不足以让他去少搜点点了，他几乎回到这个 A 点，每个点都要去搜。 可能对于他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对方也不确定他究竟从哪个方向去回防，还要担心一下身后。但时间不多了，看了一下只有50块钱，已经有点来不及了。Taking out the diamond road, bro. 就现在直接把人打掉拆是肯定来得及，但是 EDG 真的会给他一些机会吗？啊，看到了，而且还有碎片溢出，那这个爆能器时间已经被拖完了。今天纪律星也是拉得非常满，最后一个双。5-1。 巨人驾驭起来，又是个全白的闪，哇！闪加丢丢吃两个全白之后，只能是退到后点去，无敌超杀再来清近点。哇，这一波，但是这个高闪应该是闪到了啊。最近这两个闪感觉效果没有特别好，看一下 Simon 已经进到点内了，他把所有的技能全部交完了，所以他可以选择顶到一个回复战。看王浩哲这一波，飞出王浩哲。 Oh my god, man! 虽然是用完了，但是点上有枪，捡起来了。王浩哲 still good, bro. 去劝退一下对方安装爆能器的 timing， 王者再来一枪拉主峰再走，刺杀他就是 A 点的王者。 Gameway，You really wanna win the round, no？ 利用巨人切换中枪，还把皮蛋打掉了，落地捡枪，回复里面也瞬秒掉了对面的 Smoky。 就当对手看到他正面的时候，自己就已经阵亡了。Well, that was so clean, bro. 再来看一下这一个回复 ，bro， 还把皮蛋打掉了。对他把皮蛋也。It has no mercy. 回复里面是先秒，刚刚再秒。Beautiful, beautiful. 太快了，这个拉枪，这也是王浩哲最近状态好。Time out. 看看，即将会迎来他们自己的。Using the English version, man. 直接顶到一个非常靠前的位置。在这儿。Maybe he has plans, bro. 而且听到船的声音了。Loud Kankan confirmed. 真上吗？球球这一下。I would love to see Kankan on loud, bro. Not gonna lie. Can you imagine that? 现在就拼反应，有竹风，但球球有点走不掉，好像。 I think a lot of the fans would love Kankan, bro. 相当尴尬，因为只有他一个。That would be like one of the most insane moves ever, bro.
他也在想要怎么把巡迪剑打死了，那没了。哦，巡迪剑。The fan base, man. The loud games would have so many viewers, bro. You put Brazil and China together? Jesus, man. 看这个爆能去安哪？That's a big insane move, not gonna lie. 去安装哦，果然下了一个非常规。哎，但是小 K 直接把 Smoky 给打掉了，在另外一边冲雪人却不太成功。现在他的位置相对 I said that about safe too, man. 有点被控死的意思。Never do this now. I got Nap 这个位置。Insane player gonna 局部的一 v 一。Speculate a lot. 王者已经收掉 No Body， 三门也打掉了 Nap。现在这个情况是一个二 v 二，有大的。三门还在拉枪，他又秒掉了王后者，有海顿的掩护。What? It's him, bro. It's Khan Khan.但是有一个狂潮，这个狂潮好像还没有掩护好，两边的血量都非常低，最后确定了一下，但是康康刚刚好有一个盖头烟帮他拿下这个残局。这个单向的黑杖其实是帮助康康去取得视野优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并且毕竟是安装爆能器的一方优势会更大一些。对，而且要知道在进攻方安置了爆能器之后，不管 ADM 还是 BDM， 其实只要是在这个高台本身安置了爆能器，都可以去释放这种单向烟，都可以释放这种盖头烟去手包。比较经典的其实就是像影视修所的 C 点啊，对吧 ？C 点那个点上的箱子会有一个非常经典的。Time out。非常靠前，在一个点内的拐角位，啊，无敌超杀直接过来找人，要找点内的人，但没有去找，哎，回过头来看到了，要咬到了，王浩哲这个位置非常尴尬，但 Nef 站了出来，先把三门给打掉。这把明狙现在在等，这个 timing 有点尴尬。跳回去的一瞬间是被对手发现了，但现在 EDG 好像想鸣金收兵，直接转了。This is BLG pick by the way。迷魂来到了 A 区，直接下了一个 A 二楼能支架的爆能器点位。是的，而且还有两个剑影可以传走，看一下要往哪里去做落位啊？选择在点内去看。Smoky 好像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哇，这个 Smoky 的位置好像没有。Smoky 点了两个，但是 Oh so nice bro。但 Smoky 这一波已经是很赚了，现在。这个回防就变成了一个二 v 二，而且想绕后可能也不太可能了。关键康康这把明狙架这个位置，对于 Nef 来说，其实每个点都得去搜。横一出来，你被看到了。康康用明狙狙掉对手，先走为敬，先溜了。哦，因为这个爆能器的点位是一个二楼能支架的包，所以完全不急。哦，低包了，这是拉绳被看到了。哦，这个 75 蝰蛇的感觉已经没办法了，就再站的感觉死了。哎呦。这个距离康康好像也不太好走，你看这就是幽影比较尴尬的地方。如果是杰峰第一时间可以打一个就白嫖你一枪，对，直接顺云直接逐风就走了。对，但这个爆能器好像康康阻止不了了，哎，直接压，哇，奈夫他很大胆，他知道康康是个残血，是的，直接压过了队友的狂潮，收掉了对手。那现在其实 EDG 处在了一个人数劣势，并且要面对一个对方安装完爆能器的情况。库流杰先给出来，王浩哲在黄箱做一波支架，而且这把正义感觉给到非常多的压力。关键他能穿这个铁皮的边儿啊！三门已经把所有的技能全部交光了，三门已经没有技能了，丢丢也交过了。那现在对于 EDG 来说，这波回防就非常困难。Good pistol, man. Good pistol, BLG. 抢的这个位置。三门。看一下，送不送点？送不送点？直架三门能先架一个，把奈夫收了。两枪头，闪存过再给上。经典好像被看到了，零点秀弹有反馈。康康手里的枪不是很好，只有一把獠犬，但是他顶住了 B 场。但与此同时 ，BLG B 点只是一个 fake， 真实是打 A点 ，BLG 还是留了防守队员的。这是一个二打三点内，但是经典有人吃黑了 ，Nobody 收掉了对方的王浩哲，但是有三品帮队友准备追。这个点内的爆能器还能安装，康康在绕后。Simon's flanking。双方是个军事的三 v 三。再看一下 ，Simon 这个绕后绕多久啊？时间其实已经在慢慢的消耗了，而正面奎复已经是展开了。硬要说的话，好像没有什么。三门手上还有一个闪，这个探测技能了，只有控制技能了。有零点修探，有零点修探，但是三门肯定不敢先扔的。哎，先看到个枪管，看到了，要找第二个。闪存过在要打眼里吗？闪存过在打眼里，但效果不是特别好，而且左边是有人的，他掏技能的 timing 直接被抓了。但在另外一边 ，Smoky 先收了一个两边，做了一波一 v， 最后弗洛星一 v 一面对球球是成功拿到了一波三杀，帮助队伍稳住这一分。嗯。哇，弗洛星这一波真的大心脏，他第一时间打完一次退了，他等对手来救他。因为当时情况，你想让弗洛星再走到岸面来，就是 EDG 已经没法赢了，所以他必须要抓这个 timing 把弗洛星。Man, this guy has a clean aim, bro. Not gonna lie. 弗洛星扛住了压力，是哇，关键是 Yosemite 啊，在这个点内顶了两个，对，太快了。而且其实也有一点小小的。Good shot, man. Good shot. 飞机开路。前点位现在对于 BLG 来说，依靠着海。EDG push should be with three players. 把这个前点先拿下来。等一下，这个问题来了，康康在自己的眼里。
有点孤立无援，有人钻进烟里了，康康想去主动找机会，但经典的刀啊，虽然刀没刀掉，但是身边有队友啊，奈夫帮队友补了枪。哇，他太懂节目效果了，近距离的刀是没有能够刀死。气已不熟，来看一下，但是他这把雄鹿还是在手里哦。奈夫这台名，哦，哇，太低了，刚刚好被诺巴底的抬手给反收了。Oh my god！ 召唤出来，有人被咬了，有人被咬了。They're gonna win the round. They're gonna win the round. 保镖，一个跑打，save me, bro, save me. 丢丢被秒打了，但是腹背受敌的弗洛西没有。Oh my god, huge round for EDG, bro. The money from BLG is not good. Time out. Now, 现在看一下，还要往 B 点去找，但 B 点剩下三个人哦，三个人哦。群敌箭射出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馈，但往后折，哦，非常夸张，他今天的状态上来先秒三分，哦，但是爆能器落在 B， 这个康康和 What Smokey 两个人直接把人 They die like flies, man. They're not so easy. 这其实有点二 v 五的感觉了， What? 是的，因为上 Everyone was dead. 三门倒的是非常快的，哎。而后续其实打到后面，对标记来说，他们解决了 Simon 之后，他们没有想到黄香会有这么多人在，然后刚刚好一个交叉火力 ，Smokey 和康康成功把所有人搅在了这个黄香处。对，这一分就能展现出来，就面对于这种选手，你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嗯，你只要但凡给他一点发挥的机会，哇哦，两个人刚刚好有点叠在一起的感觉啊，而且这也是一个完美的交叉火力。对，不管你是在 B 场还是在黄香附近 ，Equal round for BLG。这个时候要硬进的话，可能。王哲的终极技能会被没收掉。哦，小黑的位置已经失误了。要打快的，要打快的，第一时间对于 EDG 来说，经典了，选择退。有海宝，关键有无效命令啊！有无效命令，王浩哲这把刀是会被收的。Careful with this man, he's dangerous, bro. 看到了，王浩哲这个位置有点没办法走。暗眼在推，一楼的反清做得很成功，三分已经收掉了弗洛星。但爆能其实安置了下来，而且安置了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包，能够直架的。但是这个无效命令的存在确实有三分敌在绕后，有三分敌在绕后，这个绕后的时间可能有点慢，甚至有人还在看。哎，但是好像拆掉有三分敌在绕后，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高处有人，现在这个包不太好拆，只能封印。有什么 ？Insane round！ 刚刚最后 ，Oh my God，Four Keeper is someone，that was so close， bro。最后正在拆除爆能器的康康，这个爆能器的拆除条都已经快满了，对，快满了。我在那么一瞬间，我感觉那个包已经被拆完了。康康选择了一个 almost 康康 almost nice try bro， 但是我觉得面对一打多的情况下，这个决策 I love that so red most play bro， 可行度非常高的一个选择了，是啊，应该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一个纳米蜂群啊。当时 EDG 众人应该是注意力都被吸走了，小 K 丢了个纳米蜂群过来，然后才成功激活了，导致康康没有办法直接拆到底。还是要说，有三名康康太吓人了，康康直接顶出来了，就顶出来了，有机会。效果不错，下面是有个全白的，但又能保镖。I don't understand why he kept pushing. Nobody was with him. 但这种前顶对 Nef 来说，就只能够在第二时间去交一个非常靠前的小型无人机。Simon 这个架枪有机会吗？呜呼，但 Nef 一个小身位的 pick 是收掉了 Simon， 但这边 Smokey 又 Knight has locked down， 好像 BLG 没有的可能了，只能打 A。Nobody 这个位置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对方是一个双拉，先压一个，想破第二个又被 Nef 补掉，球就想去绕后吗？ A lot of solo players, man. 大开二楼的这个爆能器安装应该是非常轻松。爆能器安了之后，关键小 K 还有大，小 K 有全面封锁，看一下球球在第一声响加枪没有能够加到 ，Nef 再收一个，拿到了一波四杀，有全面封锁，看一下要不要拼时间，要拼时间，不能等全面封锁出发。Oh my goodness, 11-11. 优势是在 BLG 这一边的 ，Nef 在这个回合的发挥动力已经很大了，并且我们要注意到现在王浩哲的位置非常的奔放。我要展开回复，要展开回复，回复已经展开，但他是幻影，他可以穿的，他现在要找一个非常诡异的角度，先打掉对方的技能。暗眼推到了，推的好像还不错。王浩哲开过枪的，被发现了，又是一个丢丢。技能的辅助给的非常的好，随便一出施展，烫死一个。小皮球，自己的封刺也打掉了对方的 Nef， 回复反向展开。现在看一下，有生命这个位置会有点尴尬。哦，在禁区里面。包在拆，包在拆，包在拆。Defuse, defuse。哪个哈？但皮蛋是被纳米蜂群给烫掉了。一打三，选择打散出。第一时间看一下小 K， 先打了一个没有子弹。Oh my god， they got the defuse man。Maybe point for EDG。看一下盘点分 ，B 场前顶，这一次顶的。请看看，看看。没有人能预料得到。Oh my god， they destroyed them。他的位置又是 B 场。On night left。Smokey 又是 1v5。现在的人数差距巨大无比，5-1。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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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材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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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Here we go, man. Haven.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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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EDG map pick. 选择了前点硬接。哦，但他是自己的位置也被照到了。哦呦，雷击剑来护卫自己。那这波交换是，那我觉得血赚，你可以看一下现在进攻方的血量。BRG 福乐星和奈夫两个人加起来血非常的残，爆能器在安装，这个爆能器安好了之后要回防，从二楼直接跳吗？直接落地，接一个向后的滑铲，二楼楼下的位置也已经是名牌了，最后由 Simon 收下了这个回合最终的胜利。是，我主有战术监控加一根半线，非常规的位置，刚刚的前压，这就是霓虹的痛点啊。你在防守端要不就快速的重生点回防，要不就前压，但前压容易被抓走。Oh, that's insane, man! Stop, bro! Stop, bro! 一击之力压到了对方三的前顶。Never back down, bro. 已经是失去了。那最后对 Simon 来说，呜 ，Simon 能多打一个。给 Simon 1v3。但包已经下了有一段时日了。No money. 是的，而且王浩哲这位置应该是没有办法。Rolling Thunder Online. 每个人都散开了，这个侧身最后王浩哲是。啾啾啾。看看。哦 ，Do that again, bro. Do that again.但典礼已经是进了，怎么可以在这个位置先接一个？这是他非常经典的名字。这个穿也能多穿一个。今天卷地 ，I love this TP, I love this TP, I love this TP, beautiful kid。全白结束，收掉对手。What a round, bro! What a round! That's how you play one, bro. 正面球球帮助自己的队伍接住了 A 小第一波的渗透。哎呀，最后 What a round, Smoky！ 一波四杀，他在这个 A 点真的有说法。是的。而且主要是第一波感觉 BLG 好像有点脱节了，就王浩哲进去了，但后续的队友是没有进去的，导致他点内其实是有一点孤军作战了，而且后续的队友是有点补不上枪。嗯，他用这个剑影正好规避了，虽然是被自己的队友闪了应该啊，然后但是呢他是冷静没有开枪，等到这个闪光结束之后再来，在这儿还是要看这个巨刃啊，但要怎么进要怎么进，要踩翻剑了，直接被秒。我 Smoky 打了两个人，闪光地线给的还不错，后点想跟进的选手全都被阻止在了 B 点之外。Get control, bro。架车库。哦。我在他拉了个枪线，让 Nobody 收掉了对面。从车库进 C，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哎，但没有能够狙到，弗洛西能多打两个人，但最后。Okay, that's fine, man. 4-3. Time out.这里是直接来到一个很靠前的位置，有可能会撞到了，抓了个 timing， 直接把弗洛西给收了，而且乌球球的穿烟是穿掉了小黑，又没有烟了，再架车库，再不用自己的风刺取得了还个不错的效果，康康用车库已经出来了，车库已经出来了，临死之前康康再垫掉一个，但 C 已经沦陷，奈夫用自己的枪法完成了对 C 点的获取，并且爆能器可以安装，这是一个二打一的回防。爆能器安装的速度还是蛮快的，但是其实两人都在绕后，奈夫能不能反应过来？哦，奈夫好像有点双拉，They almost like that, bro. 血的感觉了，奈夫真尽力的。The new kid, man. Good clutch. 还是不能帮兄弟拿下这一分。关键还是明狙起了之后对慢摸压力很大，直接提速了要打 A。离魂来到了二楼下。有人能发现吗？好像没有。我奈夫两个闪全部是二楼上，抱歉，二楼上直接已经站住了。看一下第一波有狙，刚刚狙了一个，好像还能跑。但是弗勒星收掉了 nobody， 弗勒星从二楼跳下来了，二楼反清，效果好像只能说拿到二楼的控制权。这个回防怎么说？没有太多的技能哦。康康用狙先说话，狙掉了小 K。那狂烈之怒没了 ，BLG 用来守这个爆能器的技能又少了一个。刚刚去拿枪线，哇、哦，断了一个。二楼下来的球球也收掉了 U 三 D， 这一波的协同让 BLG 在点内瞬间融化，很是无奈的事情了。起出来，狂烈之怒交的蛮早的，有人在拿枪线，但是 Simon 好像打了一个，而且狂烈之怒也有收益啊。那这样里外里好像 BRG 还亏了。对啊 ，AY 的两个人全倒了。关键现在奈夫手里握着这个终极技能，一直没机会交啊。嗯，这很尴尬。现在对于王浩哲来说，确实有点无奈啊。C 大刚拿到了一个首杀，结果两个队友全倒地了。哎，但是
这个 A 区的 Simon 位置可能会比较常规哦。嗯，这个位置是百分百会清的。有消息，无人机给不给？好像不给了。但这个过电物两个人直接被 playing good man 给出来。王浩哲这一句狙的是非常快，但是他要操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是一个一打三的残局，主要经济太多了 ，EDG 可以去，他不怕掉枪的呀。对，尽可能的去找一找。这个 timing。哎呀，找到了 timing 吗？哎，这 dream 支架会不会有点太简单了？刚刚应该会给技能的吧？今天绝对直接给了。霓虹反手给个闪电弹球，但是走吧，好像走不掉，走吧已经是被狂烈之路射掉了。哦，弹球射了非常多的伤害，爆能器应该是可以成功安置下来。考验加强的时候到了，投出神经体息来看信息。Simon 在二楼不停的去混，但是狂徒混也是有弹道的。小 K 也是收掉了球球。那现在对 EDG 来说，这个二打五的残局已经变得非常困难。王浩哲能多打一个，把 smoke 给收掉了。最后 H four 要怎么打呢？要给高闪，要给门框闪。康康有两个滑铲哦，技能还都在。要给吗？游戏总发热起来了。王浩哲敢不敢拉呢？还在等。What's going on？ 他知道对面在架这个烟，所以他也不敢出。这是一个 fake， 这是一个 fake。大部队想走又不想走，他们在拉扯。啊，已经看到了，看到了头皮的位置。What? 但 Nobody 已经摸到点里了，他好大胆，十八滴血。十八滴血啊！但是容。She knows that Flamingo's gonna play today, man. That's why she's like that. 选择一个点位进行进攻了。是。车库里面的 Yosemite 抓到对方的一个 timing。刚刚的滑铲直接先收了一个，还捡了一把枪走。而在另外一边，球球也是抓掉小 K， 两边做了一波互换，换完之后标记非常亏。飞点空了，飞点空了。王浩哲的绕后来了，想掏枪啊！Simon 的血量是非常低的，正义一枪身体应该能带走的，但 Simon 的枪非常快，看这个一比一很关键，完美球，混乱，最后是一个二打一，但这个爆能器还没有安，时间已经不太够了，四秒，先收一个，三秒，啊，哈来不及了，时间已经被拖完了，手枪局被 BRG 收入囊中 ，Knife 最后的残局，超高智商的一个选择，他不需要去对墙就能拿下比分的胜利，而且最糟糕的是进攻方没有安置爆能器 ，Smoky 还活着，他 Who played hide and seek when kid man？ 他的经济感觉很炸 ，That's so fun man。Good old days， 这是无奈之举，没办法，追不到，真追不到。关键是个 B 点这个铁箱啊，它还真挺大的，就你要追的话，你真的得绕很久。对，要绕很久，然后 Nap 切到一直在绕，打到最后起到了一堆害灵的。Early blade for YZ 吗？来得很快，我要提速，要提速。Oh， didn't work out， man。他被闪到了。When this happens， it's bad。Good try， Nap。Nap 已经过来了。队友来的。这个是真跟不上。对 ，This is one thing that people don't talk about, but it's hard to play without up against Leon. 但近点位是有人在的，他不仅 punish you easily. Smoky 在一个暗面 ，Smoky 的位置非常神秘，但是拉出来的一瞬间被收掉了。Simon 是完成了一波双杀，但 A 小这个位置没清干净，有人是一个名牌，他甚至还打掉了 EDG 的一名选手小 K， 在 A 小道不停的去寻找一些 timing 和机会，发现了 Simon 回头。Man, Simon's on fire, bro. He's playing good Valorant today. 10-6 for ADG. 是一把獠犬，是一把獠犬。Do you like this yellow mouse pad, bro? 我今天 Simon 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感觉。Yellow, kind of gray. 说各自队伍的心愿。I think the red one is way more beautiful, bro. This is our one. 都已经拉满了。是的。再来看一下，刚刚快速的提点。哦，这是第二个闪。配合多次的滑铲以及队友的这个闪光性的技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小 K， 你看他先接了一个球球之后，他直接躲在了 A 小等自己的队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决策，但是最后这一下被 Simon 的个人的枪法所化解了。是的，确实我现在也能也很能。哦，这个穿板，看一下尝试性的中路对枪，两边是做了一波一换一，但王浩哲有补枪，补掉了 Simon， 能多打一个吗？他自己被敲了一枪头，赶紧往后撤，十滴血是活了下来，但是有半线在车库。雷击剑第一时间给哦，王浩哲这下 repick 正好是撞在了 nobody 的枪口之上，但福乐星找 B 点有没有人做渗透的一个情况，爆能器是掉在了窗口的哦，我觉得可能是 A 区这个点位最终的结果才会决定这一分的走向。嗯 ，C 点有半线，所以 EDG 不会去放人看，但 A 区是一定要。Not much money for EDG man。所以小 K 也是非常清晰的知道这一点 ，A 点他压绝对不过雷池半步。嗯，打到最后。EDG 的选择应该是要往 B 点去走，点后是有人在的。寻迹剑先搜前点位，前点位没有人，这个爆能器可以安吗？看一下也没有选择安，第一时间都把你过来找人。AB Link 是直接被弗勒星给收了，弗勒星一个剑影传到了一个高点位，但他的位置是被看到了，这根半线是可以跳过去的。
EDG 的后背是有点发凉，现在看一下这个爆能机敢安吗 ？AB 连他们选择去清一下，假 D 去 A，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其实小黑是绕了个大后，最后没想到对方还是回的 A。遮天闭目。但现在对于 EDG 来说，他们没有任何的这种对方具体位置的信息。九秒钟的时间，爆能先安装绰绰有余。小黑有一发巡弋舰，这发巡弋舰会非常致命，还有无人机。And spot for night. 哎，听到声音了，两个人的位置也确定了，二楼下是有换子弹的声音的，正面有人，巡弋舰打得非常快，要双架了，选择拉出来，但第一阵 smoky 先架了一个，把 smoky 给打掉。Beautiful smoky, beautiful my friend, maybe point for EDG. 看一下，王浩哲是直接驾驭了巨人来到了。Thought he was going, bro. 你挂没？但现在。王浩哲他的逐风交完之后，他的灵活性就会下降非常多。哦，他这个位置感觉会被给顾得有点死，但还行，因为第一时间有烟啊，所以康康也是只能往后撤了。这个 A 小是没有选择走到底的。嗯，因为这一分经济上来说 ，BRG 稍微有点极限。小型无人机拿中路的信息。嗯，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 EDG 具体的落位了，但这个小型无人机仿佛成为了 EDG 去慢摸的一个时间节奏点。但 Nap 这个位置是带着很多技能的， Nap 不能倒。他应该去挡板后，对他去挡板后，这个位置山崩地陷，谁进谁被控。是的，哎，有半线，有半线，哎，搞出有人，先标了一个，哦，但这个滑铲确实不好接呀，毕竟是一把刀。但 C 长已经压出来了 ，C 长压出来了，因为断 C 的人死了。但是 A 点怎么办？防守方只有一个离魂。奈夫的技能是全技能哦，奈夫是全技能。要看小 K 了，有这有闪。Oh, huge kill, man, huge kill. 而且滑铲过来，奈夫也倒了。Fight with you, I think that's it, bro. 标记来说，进入到了一个二打四的残局。现在只能够祈求奇迹的出现。赛点局，必须有 BRG 的选手要站出来了。弗洛辛好像只能等队友，但他推黑的一瞬间。Good show by Simon, my friends. GG. 13-8，总比分2-0。EDG 在面对 BLG 的第七次交手当中再次取得了胜利，并且锁定了我们 CN 赛区常规赛的前二之列。同时因为这场比赛 EDG 拿到了比赛的胜利，而 FunPlus 将会成为第二个代表 VCT CN 可以 slide forward catching us. Oh my god, he has something to prove, bro. He has something to prove. Chance for the ace coming through. This is personal ace.Oh! Hello, my friend, Valorant Mooney here, and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n this video, we'll enjoy the best plays and momentum VCT Pacific Stage 2 between the long-time Kings of Pacific fighting to keep their dominance, Paper X, aka W Gaming.Versus 18 wa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after picking up a PRX player, RRQ. Jing versus Moniet, this game will be legendary. Sheriff's gonna be Moniet finding the first three. Moniet! What? That's what I start, bro. Slide forward, catching us. Oh my god, he has something to prove, bro. He has something to prove. The chance for the ace coming through. This is personal ace? Oh! You're kidding me, right?What is that? I've never seen that before, bro. Dude, just 1v5 then, man. What's going on here, man? This is definitely a great start. An auspicious one as well. What shooting? Are we yelling at Moniette's dream, bro? From that position for Moniette, that ain't easy. This is the one we need to see. Yeah. Oh, no. Flash. And this man...Okay, Paper X, answer right back. Another quick push. These rounds are going so fast. And reveal out there. This is a Paper X game, man. They are always fast. Now, fingers in play. Moniet able to find one spot in the second, but Mindfreak at the crossfire able to shut him down, but Xperia quick to trade it out. So it's going to be a man advantage here for the side. Paper X is Divide trying to swing off that flash. Ends up getting punished. Elmi Moore. Elmi Moore, snappy off the rip. Living a good moment, man.
Something able to tuck away from that recon bolt for a brief little moment. Finds the first. So plenty more work to be done as the plant comes through. Really spike tough planted. For something. Normally, you would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save, but he's going to go looking a little bit, see if he can find some value. Jemkin with that op. A tricky angle for something to clear here. If he gets the skill, he can get the op and save. No, he's believing. And now RQ faced with the quandary of wanting to try to save that fake noise. But also staving off something. Let's just wait for you into the side. Finds another headshot. It's all down to Estrella. And he has it! Spray onto the corpse. What is happening? What is happening? This guy's man. Oh my god, the battle of gods, bro. Oh, we are. What? We're already off to the races between these two teams. Oh my god. My goodness, man. This is amazing, bro. For something. Just feeling so confident. I mean, getting that kill on a Jemkin gives him so much more freedom to move around. Man, what was that? What was that? What was that? The readjustment. To find the head, he can't even believe it. A little hot for something. Jing, trying to fish through the wall here, catching a brief little bit there. Oh. Amanyansi slides back around the side, but it's a full hit on the elbow. Bringing the hit back up. Continues to push the issue here, and with Forsaken alongside it, Amanyansi will now fall. It's so fun to watch this team, bro. It's so fun. Jemkin is able to clean up too, and experiment. Oh my god, 2v2. Back into a 2v2. As all kills happening just outside the attacker's spawn. Well, just a little bit of a counter trap set up by RQ. Just waiting there with the crossfire between X-Pharaoh and Jemkin. Jemkin considering, debating. We'll change over to the Phantom. Trying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their way through. You know, you got to spread the map here a little bit as Paper Rex, rely on something with that op to hold the line at A. Mind Freak shifts over to C. He's going to play an off angle. At the entry behind the box. No paranoias for either Omen. So just gonna have to get it done off of contact. Makes it way more difficult to wait. You're in trouble, now. A little bit of damage there through the box, but Xfero gonna be taken down to 31. One more spots, one spike on the Blinded Freak is not in trouble, man. They are in trouble. Oh my god. Time out. Pulls the null command off the rip. Play, let's play. Oh, nice to save it. Ah, but the flash connecting there. Omoniet. Yeah. Collect two quick kills. Looking good, man. 9 kills. He will die to a fragment there from Forsaken. Yo, Trifty. Cleaned up, and so far it seems like the pump the brakes. The timeout call is working wonders here for RQ. That being said, there is still an Odin in play here with Defy. Shuffling back and forth around the door, but just can't quite stabilize. Huge Trifty, man. Something has an up. Now it falls down to something once again. 1v4 clutch necessary. Oh, the drone didn't spot it? Continue this streak. The drone goes deep enough to be able to get the dart across. Updrafts up, and you can see how much respect is being paid as RQ goes shipping themselves across to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map. They learned their lesson from the last time. Still, tell me more. Step one. Yo, something. You are insane, bro. Trying to catch something in the back. Why are you surprised? Something wise to it. Surely this is a save this time. Gonna throw in the Nightfall or the Null Command or something, but something. Droned up again. Something also has blades. Manyet's already rushing in. Not connect, so something still here, still playing forward, still has a tailwind. Now throwing that are going to be sent in. Slide across, and something with that shorty able to dodge out the stun. Oh, he almost got that one too, man. Swing around the back. I could see that happening. Take it down. Stinger now upgraded into the Vandal here for Jing, who looks frustrated but cannot manage to flush him out. Ends up falling, a couple sheriff shots here from Forsaken to try. These headshots, but connection not going to be found. In the meantime, TP out. Sparrow moves his way across over to that A side of the map. Well, Jemkin just hightailing it out, trying to evacuate as quickly as he possibly can. Spike. That tether is going to go a long way there, but the TP from X-Vero to get the plant safely. Oh, this lurk. Mind Freak not watching for it at all. Going for the setup, and now Sparrow repositioning just outside of the connector door. He's able to find one. Gives a 1v1 over to his teammate, but Jemkin's going to have to close the gap here quickly. Rendezvous set up to hold the half. The pull off, the headshot. Divine, the man. He's not losing any clutch recently, man. In towards B, Jemkin on a line. Prowler going to give up the game. He's going to try to back away. Meanwhile, as the pinch gets attempted, Paranoia crashing across. Jing trying to challenge into the pipe, but now Divine as well stepping up. Does end up falling after finding one.
now. The main advantage in the hands of Paper Rex at 3v2. Estrella trying to swing in, but Mind Freak says no, and it's all down the gem. Yo, this game is beautiful, man. Tries to go for the jump peek out, but he's already spotted by Forsaken. And Mind Freak will collect Mind Freak with 4k, man. Every round is beautiful. It's gonna be a long video, bro. Every round is gonna be there. Just opting to change angles there. Go for the baby door B hit. Mind Freak's there with a lot of Paper X waiting with open arms. Great paranoia. One enemy set up that second kill. Cover going out. And then he's so good, man. He's so good. There is a nasty crossfire. The position where they need to try to rescue the rest of this half. Five rounds potential is something up on top. Just turns from the floor. Nice, dude. Instantly takes out Monietti. Becoming suspicious about a potential push left. Forward through that B site. Has to be wary about a wraparound. And Jumpkin does get the jump onto something. He gets down, but Divine just finding a timing, poking his head out of the smoke. Might fall from Divine. Eliminates the enemy chamber and reestablishes the main advantage here for Paper X. Well, now this is very, very tough for RQ. Time dwindling as well. Mori able to hold his own for one. Fly going to be taken down. Treya now eliminated. The spike on the ground, the slide forward. Xpero with everything to do, which is no time to make it happen. I believe he has to hold for it. Does he have it? No. Forsaken won't even give him the 8-3.